请用拇指将外壳转动，以便打开吸入器。然后将上药扳手推下，此时只装上一剂药量。将吸入器放在旁边，先尽力向外吐出所有空气。再将嘴唇对准吸嘴，尽量深吸气，吸到您可以承受的限度。然后闭着嘴巴憋气十秒钟左右，再缓慢吐气。关上吸入器，结束后请漱口，吐漱口水。吸入器的显示窗将会显示剩余剂量。